这个是8.35块，8.35块，价格有这个放到最右边，这是最便宜的，这个都没满了两盆，一盆半吧，算是一盆半。从最便宜的说起吧，这种土的话，我不是说诋毁同行啊，它其实就是你看着发黑，它用了一点点的腐殖酸那种感觉，这种土它不建议大家去用。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用，你要不然你试试养什么花什么花嘎。从这里一直到这里，这三款土都是可以用的。这款土里面呢是掺了椰糠，椰糠也是进口的，不是说椰糠差，椰糠其实蛮好的，但是我们进价的话3毛钱一升，我还没有大量的药，大量的药能干到1.7毛一升，就是你大概就知道成本了。珍珠岩可以放到这里面可以忽略不计了，因为珍珠岩的话10-20块钱一老大包，这个土的成本目测的话，人家也是为了走量嘛，咱不能说人家差，是吧？这个土种花是 OK 的，蛮好，但后期要加一些肥料，这个花也是一个道理，对吧？这个花土也是一个道理，不过这个8.35块是严重的虚标，这个8.35块吧，你起码你能够买到实实在在的一份土。如果说大家买这种土的话，我个人建议是去买椰糠、散糠。但是椰糠的话，散糠利润薄啊，不会有人卖给你，然后他会换个包装叫营养土一样去卖，你懂就行了。然后到了这边，这个是这个里面这四个里面标价最高的14块钱，然后这个土质也比较 OK， 保水性也 OK， 但是呢打得太细碎了，而且掺了一些个泥土来充重量，说是有12升，然后14块钱，这样对比下来的话比老花艺的价格还要贵。你自己看吧，里面就是这四款土的话，你真让我推荐的话，我都不如觉得不如这款，但是它这个8.35块它还给你少给你啊，写的是5升啊，这个是比较推荐的。你能感受得出来植物的根系在这里面会长得很舒服，是吧？然后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它这个发酵的时间不够，而且就是发酵时间不太够。那这边就是老花艺的了。老花艺做生意呢，赚钱嘛不磕碜，我觉得我们赚钱不磕碜，赚的就是辛苦钱和良心钱，用到的全部是进口的泥炭，全部是进口的泥炭。然后呢，珍珠岩、火山岩跟蛭石这种块状物只有泥炭里面会有，这是它的营养包，我们喊它为苔藓包，明白了吗？不要把它扔掉。所以说呢，高低利剑，有的花友可能看了这5款土的对比，你可能不过瘾，你可以随便就是去给我选，我来一块给你测了也行，或者说你去测也可以的。就你让老花艺去推荐的话，如果说这个不虚标的话，能够做到那样子满满当当的3盆，这个是推荐的，就是性价比比较可以，但是很难保证它这个发酵的成熟率。其次呢就是老花艺了，老花艺这个价格贵，但是你能买到最好的土，你可以同行也会看到，懂的人不懂的人你都可以去试一下。然后呢有的人说你种下去花试试，我觉得这种就这个勉强可以让我种种花，其他的我们都不用，我也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大棚里面养花用的一些土。这个是绿天鹅，前年的价格都是在3位数以上的，你看用到的就是泥炭土，而且他们掺了木纤维，就是用的掺木纤维的泥炭土。然后呢可能有的人说啊，木纤维导水性好这那的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作为一个国人来讲，你为什么要舔这个东西呢？他如果说木纤维好，他为什么卖给你泥炭呢？泥炭咱们国内引进了20-30年了，一直在用的泥炭，他是为了降低成本，因为涨价涨到一定程度了嘛，他为了降低成本加了30%的木纤维，你们还在那儿为了挣那几个臭钱一直吹木纤维有多好。是木纤维好，那你就光用木纤维行吗？别舔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来，这个呢就是龙鳞海鱼，去年的时候这一个也200-300，也是这种泥炭土，看到了吗？你不论是国内国外公认的都是泥炭土最好，为什么还有的人会发出质疑的声音呢？椰糠没有说不好，椰糠很好，但是椰糠3毛钱一升，它其实蛮便宜，彩叶鱼前年的时候也特别火，
今年一直维持很贵的一些个植物，它一直都在用泥炭。你去看一个稍微大型的种植基地，也在用泥炭。这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土种的猪顶红。你看，这种是比较贵的白锦龟背了。我们用土的话，你看，就是老花鸡的这个配方土，直接用，看到了吗？你的话说长得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刚种下去没多久，我就不拔了，循环的拔不利于它的发育。我带你们看一个稍微老一点的吧，这种东西吧。这个是刚种下去没多久就用老花鸡的土去种的，看到没？看根系长的，是吧？这种带锦的都很贵，花友们也都知道。好了，别的没啥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跟大家伙说，挣钱不丢人，但是挣的是辛苦钱和良心钱。我这个土卖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肯定是挣钱的，但是咱挣的钱每一分都知道从哪儿挣的，也对得起这个钱就 OK 了。如果说你们也喜欢想要去用老花鸡土的话呢，老花鸡也给你们做个活动。然后呢，咱们本来打算今年这个土是卖32.9块的，不涨价了，也让更多的花友们能用到这个土。咱们呢就29.9块，一包是5斤，大约有12升。有很多的新客户，老客户肯定不会计较啊，希望老花友也别跟我计较。基本上我老花友的话，家家户户里边都有了。咱们给新的花友，没买过老花鸡土的，咱们再送一瓶价值9.9块的生根液，就这样，还是29.9块。因为宣传嘛，就要让利。老花鸡也不请名人做广告啊，不请名人代言，就老花鸡自己弄，29.9块。好了，不过是限时的，可能有的花友拍的会比较晚，你没收到，没收到的话，你可以能担待我一下就担待我一下。别的没什么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。想看什么样的测评啊、养花视频啊，都可以联系老花鸡。我老花鸡，养花自然鸡，白了是吧？嗨，嘿嘿嘿嘿。